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早晨，弟兄姊妹早。今日我哋嚟睇士师记最后一章。今天我们来看士师记最后一章，好唔明白嘅一章，很不明白的一章。让我哋好明白嘅咧，就系唔忍心睇落去。用我们很明白的话来讲，就是很不忍心看下去。其实点解会系咁咧？其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点解嗰个世代会系咁咧？那个世代会怎为什么会这样？我今日咧会系再将二十一章讲一讲先。今天我先把二十一章再讲一讲。然之后再整卷书咁样嚟做一个总结。然后整卷书来做一个总结。神好好啊！当我哋不断继续神祷嘅时候。神俾我哋嘅亮光系越嚟越多。神真好，当我们继续晨祷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亮光越来越多。所以弟兄姊妹要留心听啦。所以弟兄姊妹要留心听。并且嚟紧我哋有四十日嘅祈祷啦。而且接下来我们有四十天。我哋都会用士师记咁样嚟去祷告。我们用士师记来祷告。今朝会讲出点解我哋要用士师记。今天会讲出为什么我们会用士师记。首先我俾第二十一章嘅标题系。首先，我给二十一章的标题是：败坏的宗教，错错错。败坏的宗教，错错错。我哋睇第十九到二十一章啦。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一章。第十九章我就讲到败坏嘅人使国败坏。十九章我讲到败坏的人使国败坏。第二十章讲到败坏的国铸大错。我二十章讲到败坏的国铸大错，二十一章是败坏的宗教错错错。那二十一章就败坏的宗教错错错。其实主要是讲到一个利未人的错，主要是讲一个利未人的错。第十九章，十九章继续演变，继续演变，演到一个国的大错，演变到一个国的大错，就是清洗便雅悯了。就是清洗便雅悯，即系支派清洗。就支派清洗，然之后再嚟到第二十一章，然后再来到二十一章，就系、是、从一个国家嘅错，点解国家嘅错其实系宗教嘅错，宗教嘅败坏。其实为什么是国家的错？其实是宗教的败坏。一个利未人引致嘅败坏，引住整个国嘅败坏，再其实咧原因喺边度咧？系宗教嘅败坏。一个利未人引致到一个国的败坏，其实原因在哪里？就是宗教的败坏。呢个国家败坏嗰个根源喺边度？系宗教嘅问题。这个国家的败坏根源在哪里？是宗教的问题。呢度就系睇到我哋四十日禁食，我哋嘅重点啦。所以这里就看到我们四十天禁食的重点。其实我哋自己啦，其实我们自己，我哋嘅国家城市啦，我们的国家城市，最后系我哋自己，最后是我们自己。归根结底咧，今日我哋站喺宗教，这个应该系万有之首嘅位置啊。归根结底，我们站在宗教，应该教会是万有之首。我哋站在教会呢个万有之首嘅位置，其实我哋要承认系我哋嘅问题。我们站在教会这个万有之首的位置上，我们承认是我们的问题。我讲完这章之后咧，会再翻嚟提这一样。我讲完这一章，我就回来看这个事。而系好，我直接进入啦，时间关系，好，时间关系，直接进入。第二十一章咧，我将会分为三个段落。二十一章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节至到第十五节啦。一到十五节。宗教嘅原因。宗教的原因，再铸大错，再铸大错，就系呢度有两个嘅错嘅。这里有两个的错。第一个错咧，第一个错，第一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佢哋，我哋睇二十章咧，嗰度睇到啦。我们看二十章就看到了。第一节，于第二十章第一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士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嗱，但到别士巴以及住基列地，哇，所有人都出晒嚟嘅，呢度系如同一人，大
大家都好同心出嚟咧，要系即系追讨呢一个罪啦。那二十章第一节就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如同一人出来，如同一人，就是所有以色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聚集起来，如同一人要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米斯巴这个地方，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可能约柜在那个地方，可能约柜在那里。当年咧，佢哋会巡行几个地方嘅。当时候约柜会巡行几个地方。喺撒母耳嘅年代啦。在撒母耳的年代。撒母耳咧就会喺四个地方去做事师，去做去施行审判。撒母耳会在四个地方施行审判。就系吉甲啦。在吉甲。伯特利啦。伯特利。米斯巴啦。米斯巴。同埋佢自己嘅屋企拉马。还有他自己的家拉马。啊，呢四个地方。的士師，撒母耳咧係緊接住士師最後的年代嚟嘅。撒母耳是緊接着士師最後的年代。以利嘅年代，以利最後一個士師啊。以利是最後一位士師。咁或者話，如果計撒母耳，撒母耳就係啦，再係撒母耳興起啦。把撒母耳記上去，就是撒母耳。到撒母耳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好大嘅翻轉啦。到撒母耳，撒母耳嘅時候咧，就以色列全家嘅心咧都歸向耶和華。到撒母耳的時候，以色列的全家歸向耶和華。因為有撒母耳嘅存在。因為有撒母耳的存在。但係之前咧，甚至以利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都喺士師嘅年代嚟嘅。其實之前以利的時候都是在士師。但係士師記冇記載以利啦，嗰度係後期，好後期啦，再繼續發展落去。士师记没有记载以利，那个是很后期的。以士师继续发展下去。嗱，我咁样分享咧，系要让大家知道一样嘢。那我将分享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我哋以为士师记嘅年代咧，大家咧都系唔知道神。我们以为士师记的年代，大家都不知道神，都冇敬拜神，都没有敬拜神，系咪啊？是不是？第前边咧，我哋睇到啊嘛。第二章，前面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二章又讲到佢哋咧系别嘅世代兴起啊，讲到别的世代兴起，佢哋就系唔知道神啊，他们不知道神。约书亚嘅世代过去啊，别嘅世代兴起啊，唔知道神啊，佢哋。约书亚的世代过去，别的世代兴起，他们不知道。佢哋都离弃神啦，去拜偶像啦。他们都离弃神，都行恶啦，都行恶，以致佢哋唔能够喺敌人面前站立得住。以致他们不能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我哋会有一个嘅印象咧。那我们有个印象，就系以色列人佢哋唔会再去敬，佢哋冇敬拜噶啦。就是以色列没有敬拜了。跟着士师兴起啦，系咪？然后士师兴起，我哋听唔到先知嘅声音，听唔到利未人祭司嘅声音嘅喎。我们听不到先知、祭司、利未人的声音，完全冇发声嘅喎。完全没有发声，直至去到第十七章嘅时候咧，先至有话，一个利未人从犹大伯利恒上去以法莲揾工做嘅啫。其实到十七章才听到一个利未人从犹大去到，从。犹大伯利恒去到以法莲山米迦嘅屋企，去到米迦的那去找工作，宗教中心，就后来就成立了宗教中心。去嗰度揾工喎，他在那边去嗰度做祭司喎，他去那里做祭司。我哋有个印象咧，就系《士师记》入边，佢哋冇敬拜神。有个印象就《士师记》里面的人没有敬拜神，其实系有噶，其实是有的。哇，呢样好惨，那这个就很惨。我宁愿佢冇，我宁愿他没有，但系佢又有喎。但是他又有，啊呢个就系最大嘅问题。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原来整个宗教系信仰系好堕落、好败落啊！原来整个宗教信仰是很堕落、败落到一个地步。佢哋喺度敬拜紧神嘅时候，其实咧都系得罪紧神。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在敬拜的时候，神的时候，其实是在得罪神。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不知道神，啊，这个是可悲啊，这个是可悲。其实放在我们今天来看呢，我们今天都会不会是这样呢？放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是这样样啊？会不会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是在敬拜神，但我们不知道神，但是我们不知道神。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可悲。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当佢哋系咁嘅时候，当他们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就做出好大嘅错啦。其实就造成很大的错。佢哋喺米斯巴呢个地方，他们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所有嘅人甚至四十万大军集合喺神嘅面前。所有的人，甚至四十万大军集合在神面前，如同一人，如同一人。哇！以色列有罪了，我哋要除去呢个罪了。哇！以色列中有罪，我们要除去这个罪。有一个利未人的妾室被人轮奸死了。一个利未人的妾室被轮奸死了。被基比亚人轮奸死了。被基比亚人轮奸杀了。我哋要点做呢？我们要怎么做？点可以让我哋嘅地业有呢啲玷污嘅问题呢？怎么可以让我们地业有这个沾污的问题呢？大发热心去清理罪啊！大发热心去清理罪，去清理别人嘅罪，清理别人的罪，清理弟兄嘅罪，清理弟兄的罪。我宁愿佢哋冇宗教啊！我宁愿冇信仰啊！没有信仰。今日我哋点啊？今天我们怎么样？我哋为咗信仰而嘢，我哋只会将指头指向别人。今天我们为着信仰，我们把指头指向别人。我哋唔识指向自己。我们不懂得指向自己。但系自己喺度敬拜跟神嘅时候，其实唔被神悦纳啊，因为我哋都唔知道神。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其实都不被神悦纳，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第二十一章话。他们在米士巴曾起誓过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二十一章就说在米士巴众人都起誓说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他们在神面前去集合的时候已经决意要清洗这个的是便雅悯。他们众人在神面前集合的时候已经决定要清洗便雅悯。全国已经动员四十万大军出来。全国动员了四十万大军。并且在神面前发誓，我哋唔将我哋嘅女儿嫁俾佢哋。并且在神面前发誓，我们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即系佢哋决意清洗佢哋。就是他们决意清洗。我哋同佢无份无关。我们跟这支派无份无关。我哋视佢哋为外邦人啊。我们视他们为外邦人。我哋嘅女冇一个人可以嫁俾佢。我们嫁俾佢嘅就要受咒诅。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将女儿嫁给他，嫁给他就受咒诅。啊，仲有好敬虔嘅哭泣啊！还有很敬虔的哭泣。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第二节，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佢哋喺神面前大喊啊！他们在神面前大喊嘅唔系我哋杀咗呢一个便雅悯，为自己嘅罪而痛哭。不是为了杀了便雅悯，为自己的罪来痛哭。问仲问点解？还在问为什么？明明自己做嘅，明明自己做的，仲问点解会咁噶？还问为什么会这样？唔肯认罪啊！不肯认罪，只系归咎喺别人。只是归咎在别人，归咎喺便雅悯，点解要咁咧？而让我哋杀佢？归咎便雅悯，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杀了他？佢哋继续筑坛献平安祭，他们还继续筑坛献平安祭。然之后佢哋好后悔喺神面前，然后他们在神面前后悔，但系佢哋咧又要坚守住自己嗰个盟誓。但是他们又坚守自己的盟誓。他们第一个错咧，系喺神面前起誓啦。他们第一个错就是在神面前起誓，并且嗰时已经决定要杀，要血，要清洗便雅悯啦。而且那时候已经要决定清洗便雅悯。而家个时候啦，佢哋后悔啦。那事后他们后悔。后悔唔系话自己嘅罪，而系点解会系咁咧？后悔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是问为什么这样。于是佢哋咧就要解决呢个问题。于是他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要问了，他们就要问，他们就在问，我们哪一个家的族的家族的人或者支派的人没有来到米斯巴呢？他们就问我们哪一个家族的人没有来到米斯巴。第八节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第八节又彼此问：以色列之败中，谁没有上米斯巴耶和华面前来呢？当我哋招聚，大家要聚集嘅时候，边一个支派冇嚟？当我们大家要聚集招聚的时候，哪个支派没有来？佢哋就查出嚟，基列雅比冇嚟。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来。基列雅比系喺加德嘅地属地入边嘅。基列雅比是加德的属地。系喺河东加德。是在河东加德。加德支派嘅人嚟嘅。是加德支派的人。所以基列雅比又系佢哋嘅弟兄嚟嘅。所以基列雅比也是他们的弟兄。虽然喺河东啊。虽然是在河东。系属于加德嘅。是属于加德的。咁基列雅比即系加德人冇嚟到啦。就基列雅比就加德人没有来啊。於是點咧？於是怎麼樣？佢哋就決定，會眾就打發12000大勇士，吩咐他們說：你們去用刀將基列雅比人連婦女帶孩子都擊殺了。他們就決定第十節，會眾就打發12000大勇士，吩咐他們說：你們去用刀將基列雅比連人連比基列雅比人連婦女帶孩子都擊殺了。要将一切男子和以家的女子进行杀戮。要将一切男子和以家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因为基列雅比人没有来。他们因为基列雅比人没有来。他们呼召的时候他们没有来，就招聚的时候没有来。于是就将他们杀了。于是就要把他们都杀清。杀了他们的男丁。把所有男丁杀光，同埋以家嘅妇女和以家的妇女，小朋友、孩子、婴儿都杀晒。小朋友、孩子、婴儿都要杀，剩低嗰啲未嫁嘅处女就留低，就剩下未嫁的处女就留下来。第十三节，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示罗的营里。十三节，他们遇到有400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是找到400未嫁的处女，他们找到400未嫁的处女。其实他们想补救，其实他们想让便雅悯有后代，让便雅悯有后代。因为便雅悯人他们追杀他的时候，有600人走掉了。因为便雅悯追杀的时候有600走掉了。他们追杀便雅悯的时候，他们追杀便雅悯的时候，追到临那600人就走到临门盘，就住在那个地方。那600人走到临门盘就住在那里。于是以色列人咧就系、是、杀咗基列亚比人，于是以色列人就杀了基列亚比人，捉到400处女未嫁嘅，400未嫁的处女。于是就同呢一班嘅便雅悯讲：呢400处女俾你哋啦，俾你哋为你哋留后啦。就跟这群剩下的便雅悯人说：这400处女就给你们嘛，给你们留后。但系佢哋嗰度有600人、哦，但是那边有600人，所以仲争咁啊，变咗200冇老婆咯。就是有200人没有妻子咯，所以他们觉得啊又不够数了，他们觉得数又不够哦。第十五节，百姓便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十五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他们就后悔，他们就后悔，他们将原因就觉得是耶和华使他们缺一个支派。原因就归咎在耶和华，是耶和华使他们缺一个支派。咁啊，缺一个支派咪缺一个支派咯。那缺一个支派就缺一个支派哦。佢哋又唔肯缺一个支派喎。他们又不肯缺一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一定要有12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一定要有12个支派。呢个亦都系宗教嘅原因。那这个也是宗教的原因。宗教上佢哋起誓，佢哋一定要守呢个誓。宗教上他们起了誓，就一定要守这个誓。唔将女儿嫁俾佢哋。就不将女儿嫁给他们。所以他们就用另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就另一个方式，就是用暴力，就用暴力去杀了那些没有上来招聚的时候没有上来的基列雅比人，就杀了招聚的时候没有上来的基列雅比人。结果又问题搞不定，结果问题又搞不定，还有200人，还有200个，差200个，还差200个。于是怎么办呢？于是怎么办？他们又后悔了，他们就后悔，就觉得神你点解要咁？就觉得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嗱，呢个我哋睇到宗教上嘅败坏，就看到宗教上的败坏，再铸大错，再铸大错。啊，呢度有两个嘅错，这里有两个错。第一错就系起誓，第二个错咧就系杀基列雅比，第一个错基列雅比就是起誓，第二个错就杀基列雅比人。
人的生命比宗教的原因更加重要，人的性命比宗教的原因更重要，但是他们看自己的宗教原因重要过别人，但是他们看自己的宗教原因重要过人，重要过生命，重要过生命。其实信仰是要叫我们保存生命，其实信仰是叫我们保存生命，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要我们同神有好的关系，是叫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是要我们保存生命，叫我们保存生命，整个的律法是保存生命，整个律法是保存生命，最基础的部分是要保存生命，是要保存生命，但是他们为了自己宗教自私的原因却是去牺牲生命，但是他们为了宗教的原因自私的原因会牺牲生命，宗教的败坏一错再错，宗教的败坏一错再错。然后我们看第二大段，然后我们看第二大段十六节至到第二十四节，十六到二十四节，败坏的宗教继续错到底，败坏的宗教继续错到底，前面是最大错，即是两个错，错完再错，前面是错了再错，两个大错，或者我改改标题，败坏的宗教一错再错，第一大段。第一大段，败坏的宗教一错再错。嗱，即系两个错啦。就是两个错。然之后咧，第二大段，败坏的宗教继续错到底。然后第二大段，败坏的宗教继续错到底。喺呢个错到底呢度咧，我亦都睇到两个嘅错嘅。在这里错到底，我看到两个的错。两个好荒谬嘅错。两个很荒谬的错。他们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么办理，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子呢？他们说便雅悯当中的女子都除掉了，我们怎么使剩下的人都有妻子呢？这里是会中的长老，这里是会中的长老，长老就这样说，长老就怎么说，这个是领袖来的，这是领袖，我哋将便雅悯嘅女子都杀晒咯。我们把便雅悯的女子都杀光了。我哋应该点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嗰啲剩低嘅人，那余剩的人怎么样？即系嗰六百个人啦，而家有四百个有老婆啦。那六百两百个仲冇喎。里面有四百个有妻子。点办呢？那剩下两百怎么办？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妻，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逃没了一个支派。又说便雅悯人当中当有妻子，免得以色列支派少了一个。啊，佢哋要保存呢个支派。他们要保存这个支派。前面神使我哋缺少一个支派，现在我哋要保存呢个支派。前面说神使我们少了一个支派，现在我们要保存这个支派。其实佢哋自己使，系佢哋自己使。以色列缺一个支派，其实是他们自己是以色列中短的一个支派，但是他们不悔改，但是他们不悔改，继续为宗教的原因，我们要补足这个支派，继续为宗教的原因，我们要补足这个支派，但是他们又说，我们不能将自己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因为我们曾经起誓，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能将自己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我们曾经起誓，但是他们想到个方法，但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哋冇，我哋唔可以自己将我哋嘅女儿嫁俾佢哋。我们不可以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们。咁我哋应该点办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哋已经又杀咗基列亚比人啦。我们已经杀了基列亚比人，但系都唔够数。但是数还不够。我哋应该点办呢？那我们怎么办？佢就谂啦，人嘅方法啦，人的方法，继续嘅败坏落去，继续败坏下去。佢哋谂到咧就系，他们想到。我哋唔将个女俾佢哋啫。我们不把女儿给他们。但系佢哋可以出嚟抢啊！他们可以出来抢。唔系我哋俾佢嘅喎。不是我们给他的。所以我哋个女咧俾佢抢咗，我哋冇受咒诅嘅。我们的女儿给他抢了，我们没有受咒诅的。因为唔系我哋俾噶嘛。因为不是我们给的。我哋冇想俾噶嘛，我哋都唔想噶嘛。我们不想给的，我们没有想给。但系我哋偷偷话俾佢，我哋唔俾你，但系你嚟抢啦。然后他就跟他，我们不给你啊，你们可以来抢啊。仲要抢边啲啊？还要抢谁啊？抢上示罗敬拜神嗰啲妇女。抢那些上示罗敬拜神的妇女。于是叫佢哋两百个人埋伏喺个路上。叫他们两百人埋伏在路上。喺边个路上咧？在什么路上？喺伯特利同埋示剑嘅路上。在伯特利和示剑的路上。嗱，呢度又提到伯特利。这里又提到伯特利。耶罗波安在伯特利铸造偶像，耶罗波安在伯特利铸造偶像，其实他要抢人，其实他要抢人，
佢哋埋伏喺个地方。他们埋伏在那里。是嗰啲妇女去敬拜神。那些妇女去敬拜神。哇！出嚟跳舞。出来跳舞。敬拜紧神喎，出嚟跳舞喎。他们在敬拜神，出来跳舞的。佢哋就叫呢两百个人去嗰度抢。他们就叫这两百人去抢。抢呢啲跳舞嘅妇女啊！去抢这些跳舞的妇女。嗱，佢哋咁讲啊。他们这样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就二十节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我哋唔俾你，但你要抢啦。我们不给你，你们可以去抢。你抢咗边个嘅妇女咧？佢嘅父亲啊、家人出嚟嘅时候，我哋会出嚟为你说话。抢了哪个女子，然后他父亲家人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为你说话。所以你唔使惊噶。所以你不用怕。你去抢啦、啊。你去抢啊！抢咗之后有问题，我担保你。抢了之后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担保。有问题，我哋出嚟讲嘢。有问题，我们出来为你说话。所以你哋唔使怕嘅。所以你们不用怕。佢哋咧又同嗰啲嘅。妇女的家人讲，他们又跟妇女的家人讲，他们抢了之后，就这些人抢了之后，那些家人就问，你为什么抢我的女儿？那些家人就问，你们为什么抢我们女儿？你为什么？为什么？你的长老就出来讲话，你长老就会出来讲，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行，然后就讲。咁嗰啲人，喂，咁我嘅女儿俾咗佢做老婆，我哋起咗誓嘅喎。那然后我们的女儿给她做老婆，我们起了誓咯。我哋会受咒诅咯。我们会受咒诅啊。佢哋话：，唔会嘅。然后就说不会的。又唔系你俾嘅。又不是你给的。佢哋抢噶嘛。是他们抢啦。嗱，咁佢哋都抢咗自己嘅。抢咗呢啲敬拜神嘅妇女，他们就抢了这些敬拜神的妇女。我喺呢度睇到，原来敬拜神咧都唔系好安全嘅啫。这里提到，原来敬拜神也不安全哦。喺嗰个年代，因为佢哋根本唔知道神。在那个年代，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神。然之后佢哋各归自己嘅地业去啦，又重修成邑啦。他们好似各归地业重修成邑。好似便雅悯就嘅问题解决咗啦。好像便雅悯的人的问题解决了。有六百个人都有老婆啦。六百个剩下的有老婆了。可以继续传宗接代落去。可以继续传宗接代。便雅悯呢个支派保存。便雅悯这支派保存。嗱，我哋再睇下一节啦。然后我们再看下一节。廿四节都重要。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族、本地业去了。二十四节很重要。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归各支派、各宗族、本地业去了。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呢度描述咗佢哋好似好平安啊！这里描述好像很平安。啊，问题解决咗啦，问题解决了，松一口气啦，松一口气。现在我哋以色列有平安啦。现在我们以色列有平安啦。可以。咁佢描述咧，各归各支派、各宗族、各地业去，就话佢哋安居啦。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好像他们安居了。其实呢个系假嘅安定繁荣。其实这是假的安定繁荣，系佢哋继续错到底。是他们继续错到底。错到个地步啊！我哋终于有平安啦。错到一个地步，我们终于有平安。我哋终于问题解决啦。我们终于问题解决了。其实佢哋系继续错到底。其实他们继续错到底。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一段啦，第三段。第三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会俾个标题系没有拯救。那是我给他的标题，就是没有拯救。各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神唔喺度。神不在。耶和华系拯救主。耶和华是拯救主。国中没有王。国中没有王。其实系描述咩咧？其实在不单只是没有领袖，不单只是没有领袖，没有士师，没有士师，是没有神，是没有神。各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各人就是看到的想点就点，个人看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自由啊，
很自由，超自由啊！超自由，中意俾边个做王就俾边个做王，喜欢谁做王就中意立边个做领袖做士师就立佢。你想立谁做士师做领袖就立他。我哋睇到耶弗他系咁啦。我们看到耶弗他是这样，各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没有神，没有神，各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是你将这一卷书最后一节圣经的总结。这卷书最后一章圣经的最后的总结，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神，各人任意而行。就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啊，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神呢？是的。他们真的是没有神吗？是。但是他们有没有在敬拜神呢？有的。有没有在敬拜神？有。我们要看看整卷书。我们要看看整卷书。前面一到二章。前面一到二章是开头，中间三到十六章是讲士师，中间三到十六章，然之后十七到二十一章是结尾，十七到二十一章是结束，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其实咧就系讲紧整个士师年代系点嘅，点解会咁样，同埋系经过系点样？开头跟结尾就形容整个士师年代是怎么样的。第一、第二章咧，就讲到佢哋耶和华嘅使者就上波金啊嘛。第一章就讲耶和华的使者，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上到波金。第一章讲佢哋得地啦。第一章讲他们得地，其实系有问题嘅。其实是有问题。第一章第一节佢就上去，佢哋就去寻求神啦。第一章第一节，他们就上去寻求神。就问谁先当上去啊？说谁当先上去？其实用我哋今日再睇翻转头咧。所以今天再回头看呢？嗰个系问错问题。那个是问错问题。系废话嚟。是废话。根本不是谁先当上去，根本不当说谁先上去。如果国中有神呢？如果国中有神，他们以耶和华神为神，他们以耶和华神为神，耶和华出声，他们就上去了。耶和华一出声，他们就要上去，而且那个是神的心意叫他们得地的嘛，而且是神的心意叫他们得地，所以神他们跟着神就得了，他们只要跟着神就可以了，而不是自己在这里找办法，而不是自己在找办法。同埋佢哋系边个先上去？就系佢哋，我哋唔系全部一齐上，我哋支派之间唔同心。就是说，谁当先上去？就是支派之间不同心，不是一起上的。继续第二章啊。那继续第二章。耶和华嘅使者上波金。耶和华嘅使者上波金。佢哋就喺嗰度哀哭啊！他们就在那边哀哭了，为什么？我哋睇翻第二章，好重要嘅一节，很重要的一节。眼大，我睇咗路德记添，我都唔知啊。OK， 好，第二章嘅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系第二节啊。第二节。下一半，二节下半，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二节下半，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为何这样行呢？就系神嘅使者嚟责备佢哋，你哋。竟没有听我的话，就是说神的使者来责备他们，你们竟没有听我的话。你们点解同呢地嘅居民一齐立约咧？你们为什么跟这地的居民立约呢？同佢哋捞埋一齐啦，和他们混在一起呢？咁跟住二章第十节，然后二章第十节，那世代就系约书亚嘅人咧，都归自己的列祖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啊，呢度就系嗰个前边嚟嘅。这个就是前面。佢哋喺度有敬拜神噶。他们是有在敬拜神的。佢哋第一章已经讲到佢哋有求问神噶。第一章还讲到他们求问神。但系神都回应佢哋，神咧就话系你哋嘅问题，你哋竟不听从我嘅话。但是神回应他们，这是你的问题，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于是神就我要留低几个。族咧嚟试验你哋，唔将佢哋完全消灭。神就说：我要留下几族来试验你们，不灭他们。因为佢哋
娶我哋嘅女子为妻，同埋咧系拜偶像离弃神。因为你们不听，然后娶那女子为妻拜偶像。但系佢哋仍然有求问神嘅。但是他们仍然有求问神。所以嚟到后边嗰五章圣经咧。所以来到最后五章圣经，讲佢哋咧都有求问神嘅。讲到他们有求问神，最后呢章佢哋都继续求问神嘅。最后一章也讲他们继续求问神。佢哋又出嚟求问神嘅。他们又出来求问神，甚至神面前起誓嘅。甚至在神面前起誓，又喺神面前聚集。又在神面前聚集，去声讨佢哋嘅弟兄嘅。来声讨他们的弟兄。佢哋系有继续宗教嘅聚会啊！他们有继续宗教的聚会，但系完全冇宗教嘅实质。但是完全没有宗教的实质，完全都系为自己，完全是为自己。嗱，中间就讲三章至到十六章啦。那中间就三到十六章，我哋睇到事事一个不如一个。我们就看到事事一个不如一个，好坏啦，很坏。到最后系参孙，到最后是参孙。参孙系临死，如果佢得救咧，佢临死嘅时候佢先得救噶咋。参孙如果得救，是临死的时候才得救的。佢临死，神啊，求你俾我这一次力量，好报我嘅仇啊！他说他临死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这一次的力量，让我好报仇。其实一个好唔即系好低嘅事实啊！其实真的是很低的事实。空有神俾佢一生嘅力量，空有神给他一生力量。但士师记嘅士师就最后一个就系咁啦。但士师记最后嘅士师是这样的。我哋睇到成个士师嘅年代系点咧？我们看到整个士师嘅年代，就系佢哋唔知道神，他们不知道，佢哋喺度敬拜神，他们在敬拜神，而且好为自己，而且很为自己。啊，我哋再将个焦点放喺第十七至到二十一章，呢度有五章圣经有两件事。我们看，把焦点再放到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五章圣经有两件事。我就总结呢一卷书，我就来总结这卷书。十七到十八章系讲呢一个米迦。十七到十八章讲到米迦。去设立宗教中心。他设立宗教中心。其实系一个贼嚟嘅。他是一个贼。偷咗佢阿妈嘅钱。偷了妈妈的钱。跟住咧，呢一个利未人伯利恒犹大伯利恒嘅利未人咧。然后这犹大伯利恒来的利未人，佢就移民去以法莲山啦。移民到以法莲山地，就喺嗰度揾工作啊！就在那边找工作，有好嘅生活，好嘅环境，有好的生活，有好的环境。啊，呢个米迦咧对佢又好好，即系米迦对他又很好。就如果佢喺南边咧，佢就冇工作。他如果留在南边，他没工作。呢度环境好啲，佢就嚟呢度揾工啊。他这边环境好一点，他来这里找工作。但系佢系侍奉紧偶像喎。但是他在侍奉偶像。因为米迦做咗好多偶像。因为米迦造了很多偶像。这个一个偶像中心，这是偶像中心。耶和华的利未人却是来偶像中心侍奉偶像，所以耶和华的利未人来到偶像中心侍奉偶像。这个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但支派还来抢这些偶像，但但支派还来抢这些偶像，不单止抢偶像，连这个利未人都抢埋去。不单止抢偶像，连这利未人也抢去了。甚至利但呢，将佢哋抢到拉益呢个地方嘅时候，而且把他们抢到拉益，又喺嗰度又建立一个嘅宗教中心，就在那边建造一个宗教中心，将偶像就设立喺嗰度，把偶像设立在那里，并且咧，并且甚至连呢、这、一个非尼哈都请埋出嚟。甚至连非尼哈都请出来了。其实我的看法是找一个人扮非尼哈。我的看法是找一个人扮非尼哈。非尼哈已经死了很久了。非尼哈已经死很久了。不过非尼哈出来就是好现象了。那非尼哈出来就好现象。他是神跟他说我要继续很大使用你的那个。那个是神说我继续还要大大使用你的那个。这里有一个假的宗教原因。那这里有一个假的宗教原因。这个是宗教的败坏。这个是宗教的败坏。利未人为什么会去到这个地方来找工呢？利未人为什么去到那个地方找工呢？而这个地方又成为一个偶像中心。而这个地方又成为一个偶像中心。继续呢，又是叫这个利未人成为他的祭司。又继续叫这利未人成为他的祭司。比做一家的祭司好啊。做一支派，你做一家祭司好，你的位置更高。但去到最后呢，到最后，这个利未人有没有在 picture 里面好像没了一样。这个利未人好像在图画中消失了。
佢係另外揾咗別人。即單支派就沒有了，單支派可能找了別人。嗱，呢度講到賊，即係講賊。但支派米迦係賊，米迦是賊，但支派更加係賊，但支派更加是賊。賊跟住十九、二十、廿一咧。啊，十九、二十、二十一呢？一個支派係賊啊！一個支派是賊。講到咧，十九、二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全國都係賊。全國都是賊。一錯再錯。一錯再錯。血洗便雅悯之後咧。血洗便雅悯之後。更加嚟搶敬拜神嘅婦女啊！更加嚟搶敬拜神的婦女。繼續全國都做賊啊！繼續全國做賊，教呢啲便雅悯人去做賊，教這些便雅悯人，並且保住呢啲賊，而且保護這些賊，強搶娘家婦女啊！強搶娘家婦女，唔單止強搶啊，強搶敬拜神嘅婦女啊！不單止強搶娘家婦女，還強搶敬拜神的婦女，全國都係賊，全國都是賊。所以我要睇咧第十七至到二十九章，我俾佢兩個字。所以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给他两个字：贼暴。贼暴。啊，呢个系新名词嚟嘅。这个是新名词。今朝我再睇嘅时候，呢两个字出咗嚟。我在看的时候，这两个字就跳出来了。没有，佢哋唔知道神。他们不知道神。佢哋又喺度敬拜神。他们又在敬拜神。其实咧，佢哋系一错再错。其实他们是一错再错。继续错到底。继续错到底。甚至全國都成為賊，甚至全國都成為賊，大大使用暴力，大大使用暴力，賊同埋暴力橫行，是賊和暴力橫行。喺呢個地方咧，我要睇一個問題。這個地方我們要點解整個國家會係賊同埋暴力橫行咧？為什麼整個國家會讓賊和暴力橫行呢？十七到十九章我哋睇到咧，十七到十九章我們看一個人嘅問題，一個人的問題演變到一個支派嘅問題，演變到一個支派的問題，演變到一個國家嘅問題，演變到一個國家的問題。點解會係咁咧？點解可以從一個人嘅問題、米迦嘅問題呢、這個？猶大伯利恒嘅利未人嘅問題演變到成為但支派嘅問題。一個米迦一個人米迦的問題，然後猶大伯利恒利未人的問題，然後演變到整個但支派的問題。繼續咧，會由一個係以法蓮山地嘅利未人，繼續由一個以法蓮山地的利未人。第十七章，十九章，就十九章，去猶大娶咗一個女子為妾，去猶大娶了一個女子為妾，然之後呢個妾咧行淫就離開翻咗去母家啦。這個妾行淫就回離開他回到母家。呢個猶呢個以法蓮山地嘅利未人咧，就嚟到猶伯利恒攞翻呢個老婆。那這個以法蓮山地的利未人就來到伯利恒，想就喺翻去嘅途中。就是回家的途中，在基列雅比就被轮暴死了。在基列雅比，在基比亚就被轮暴死了。是在基比亚，在基比亚就是被便雅悯人，便雅悯的基比亚人轮暴死了。就给这些便雅悯的，便雅悯人就住基比亚的便雅悯人轮暴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啊，我们看到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毫无怜悯的心，毫无怜悯的心。他就将个老婆拉出去掟俾人啫。他把老婆拉出去扔给人，然之后同佢分开。然后跟他分开，咁老婆就佢个妾就俾人轮暴死咗。他的妾就被人轮暴。朝早出嚟嘅时候，早上出来的时候，起身啦，起来吧。见佢冇声啊，看他没声音，佢都唔一出嚟。哎呀，点啊？他不是出来啊？你怎么样了？起身啦，起来。佢死咗。他死就将佢孭翻去，就把他背回去。肢解，肢解十二块，分送以色列全地，分送到全以色列全地。然之后就引嚟血洗呢一个嘅便雅悯，然后就引来血洗便雅悯，再引嚟呢个抢夺妇女啦，然后再引致抢夺妇女，杀基比亚人，杀基比亚，基列雅比人，基列雅比人，再抢，然后再抢。
點解會係咁咧？為什麼會這樣呢？點解由一個人嘅問題到一個支派嘅問題到一個國家嘅問題會係咁？咁樣演變落去，人的問題到一個支派的問題到一個國家的問題，這樣演變下去。答案係宗教嘅敗壞。答案是宗教的敗壞。宗教信仰要負責任。宗教信仰要負責任。利未人要負責任。利未人要負責任。有冇睇到弟兄姊妹十七至到第二十一章最後呢五章聖經都係講利未人㗎？有沒有看到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這五章聖經都提到利未人？前面咁多章一到十六章都冇利未人㗎。前面一到十六章冇祭司㗎。都没有利未人祭司，冇讲嘢噶，没有讲话的。但系嚟到十七章，利未人就讲好多嘢啦。但是十七章利未人就讲很多了。到最后系一个以法莲山地嘅利未人引住全国战争。到最后也是一个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引来全国战争，血洗呢一个嘅系基列亚比，血洗基列亚比。再去搶奪示羅敬拜的婦女，搶奪示羅敬拜的婦女，引來賊報，引來賊報，是誰的問題？是誰的問題？是利未人的問題，是利未人的問題，當然是全國的問題，當然是全國的問題，但是利未人應該起來帶領全國的嘛，但是利未人應該起來帶領全國，他是代表神的嘛，他是代表神的。他要向全国说话，他要向全国。但最后他出来说话的时候，却是引来这个家族的清洗，支派的清洗。但是最后他出来讲话的时候，却引来家族的清洗。将最小的细佬便雅悯支派清洗了，把最小的小弟弟便雅悯支派全清洗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利未人，利未人要负最大的责任，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宗教信仰的败坏，因为宗教信仰的败坏，他们在士师记里面有寻求神的，在士师记里面他们有寻求神，但他们不知道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结果呢就是一错再错，结果是一错再错，继续错到底，继续错到底，贼报，贼报，是我用来形容士师的世代，是我用来形容士师的世代。弟兄姊妹，在两王的年代，在两王的年代，人要做决定，人要做决定，是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是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被罗波安是凌辱压制，被罗波安凌辱压制，而这个地方的宗教亦都是一个淫妇来的，而这个地方的宗教也是一个是很败坏的，是很败坏的。因为所罗门王做了很多的偶像，因为所罗门王之前造了很多偶像，犹大是一个淫妇，犹大是一个淫妇，是不是留在这里呢？是否留在这里呢？留在这里没前途，留在这里没有前途，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很辛苦，很辛苦，王又不好，王又不好，上去北边以法莲呢？上到北边以法莲去但呢？去但，我们移民远一点，我们移民啊远一点，那里有工作，那边有工作，耶罗波安又好，耶罗波安又好，但系嗰度系拜偶像又系，但那边也是拜偶像，仲设立偶像，还有设立偶像，那个地方又唔系我哋应该去嘅，那个地方也不是我们应该去的。自古以嚟，士师记入边，伯特利呢个地方就系偶像中心嚟。自古以来，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偶像中心，很多种族的仇恨，很多种族仇恨，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现在神将十个支派给了他，现在神把十个支派给他，我们是不是应该上去呢？我们是不是要上去？或者上面这些人见到耶罗波安，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耶路撒冷呢？或者在上面的人看到耶罗波安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其实两个都不好，其实两个都不好。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这个年代来讲，在我们这个年代来讲，你去哪里？你去哪里？是不是见那个地方兴旺一点你就去呢？是不是看那个地方比较兴旺你就去呢？都不是的，都不是。对两王的年代来讲，对两王年代的人来讲，其实神将你放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其实神把你放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罗波安系唔好，耶罗波安亦都唔好。罗波安不好，耶罗波安也不好。耶路撒冷嘅宗教唔好，但同巴特利嘅宗教更加唔好。耶罗波伯特利但宗教不好，耶路撒冷的宗教也不好。我哋应该点？我们应该怎么？好似冇得选择。好像没有选择。其实有嘅。其实有的。两王嘅年代嘅时候，佢哋都唔认识神。两王年代的时候，他们不认识神。士师年代，佢讲士师年代嘅时候，佢哋唔知道神。士师年代，圣经说他们不知道神。佢哋继续宗教嘅仪式。他们继续宗教的仪式。但系却系铸成贼报。却铸成贼报。今日我哋咧？那今天我们呢？咁我要知道，哦，原来我哋呢个世代都好似士师嘅年代一样。哦，我们今天的世代也好像士师年代一样。真系贼报噶，真的是贼报。有暴力，有抢夺，有武器就得噶啦。有暴力，有抢夺，有武器就可以了。仲有宗教嘅原因噶，还有宗教的原因的。但系系利未人冇出嚟讲嘢啊！但是是利未人没有出来讲话，你真理冇显明出嚟，真理没有显明出来。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今日信仰上边咧，从士师记嚟睇，我哋知道。利未人是要负责任。从信仰上来看，我们知道士师记利未人是要负责任。十七至到第二十一章咧，系利未人出问题。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利未人出问题。系利未人呼召全国圣战，是利未人在呼召全国圣战，血洗便雅悯。大家咧都系冇 sense， 大家都犯罪得罪神。大家都没有 sense， 都在犯罪得罪神，却以为是敬拜紧神，却以为在敬拜神，为自己而去，为自己的原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去做决定，去做决定，咁就话嚟寻求神，然后就说我来寻求神，其实是大错，其实是大错。今日要扭转整个世界，今天要扭转整个世界，要从边度开始？要从哪里开始？要从信仰开始，要从信仰开始，要从我哋每个基督徒开始，要从每个基督徒开始，信徒皆祭司，信徒皆祭司，我哋每一个人广义嚟讲都系利未人，我们每个人广义来讲都是利未人，我哋要起嚟，我们要起来，我哋要起嚟知道耶和华，我们要起来知道耶和华，我哋唔系单单喺度敬拜耶和华而唔知道耶和华，我们不是在只是在敬拜耶和华而不知道耶和华，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我哋每一日嘅决定。都要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决定都要跟从耶和华。都要跟从我哋嘅神。都要跟从我们的神。我哋要负最大嘅责任。我们要负最大的责任，对这个时代。因为我哋冇向呢个世代讲嘢。因为我们没有向这个时代讲话。睇到士师记。看到士师记。利未人所讲嘅嘢。利未人所讲的。都系引导整个国家走向错错错。都是引导整个国家走向错错错。一系前面就唔讲嘢，要不前面就没讲。前面十六章毫无说话，前面十六章没有讲。极其黑暗，极其黑暗。以色列人唔知道神，以色列人不知道神，但系佢哋继续喺度有敬拜嘅仪式。但是他们继续有敬拜的仪式。十七章开始利未人出嚟。十七章开始利未人出来，其实士师记嘅作者要讲出利未人要负最大嘅责任。士师记的作者讲出利未人要负最大的责任，一路错到底，一直错到底。弟兄姊妹，我哋要停止。弟兄姊妹，我们要停止。我哋要翻转头，我们要回转，我哋要归向神，我们要归向神，我哋要为全地嘅教会嚟祈祷，我们要为全地的教会来。神对教会有莫大嘅心意，神对教会有莫大的心意。我哋好有影响力噶，我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一系就让呢个世界国家更加嘅败坏，要不就让这世界败坏到底，败坏败坏到底，形成贼报，形成正如今日一样，正如今天一样。但我哋要回转，但是我们要回转，我哋归向神，我们归向神，我哋认罪，我哋悔改，我们认罪悔改。所以我哋祷告时候唔系话呢个国家有问题，美国有问题，边个国家有问题。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国家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或哪个国家。我哋甚至唔系站在民族。宗族主诶，即系种族主义上边嚟说话。我们不要站在种族主义上来说话，亦都唔系跟你种族嘅立场。也不要跟上南边，种落南边定系上北边？下南边还是上北边？我哋站在神入边。我们站在神里面，喺神嘅面前，在神面前，我哋先悔改。我们先悔改。
我哋让神嚟做嘢。我们让神做事。弟兄姊妹亦都唔系今日我哋要做啲乜嘢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哋唔好凭血气之勇，一己之勇。我们不要凭一己之欲、血气之欲。我哋等候神。我们等候神。神做嘢啦。神做事。神要我哋讲嘢啦。神要我们讲了。我哋就做，我哋就讲。我们就做，我们就讲。呢二十年嚟，我就系咁样跟随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这样跟随神。跟神翻到嚟香港。跟神回到香港。喺经历一切嘅事件当中，我都紧紧嘅连于神。在经历一切事件中，我都紧紧连于神。人哋话要去边度做，要去做乜嘢，甚至用宗教原因。有人说要去哪里做什么，或者有宗教的原因，我都唔会跟。我都不会跟。我紧紧嘅跟住神，我紧紧的跟着神，带住我哋嘅弟兄姊妹，带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让我哋今日紧咁样嘅继续嚟跟随神。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紧紧来跟随神。我哋相信我哋嘅生命，我哋所讲所做嘅嘢可以带嚟改变。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我们所讲的会带来改变。点解咧？为什么？唔系因为我哋好有力量，不是因为我们很有力量，其实我哋一啲力量都冇。其实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我都好怕嗰啲暴力嘅。我也很怕暴力，但系我知道我嘅神系活着。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活着。我知道我嘅神有能力。我知道我的神有能力。我知道我嘅神掌管一切。我知道我的神掌管一切。我知道我嘅神系喺度嘅。我知道我的神在这里。我系站立喺神面前服侍佢。我是站立在神面前服侍他。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喺神嘅同在当中继续跟随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同在里面服侍他。我相信呢个瘟疫要止息。我相信这个瘟疫要止息。经济困难要改变。经济困难要改变。国家嘅对立要改变。国家的对立要改变。因为耶和华掌权，因为耶和华掌权，冇一个国家要动刀兵去攻打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要动刀兵去攻打另一个国家。我哋继续嘅仰望神，我们继续仰望神，神要作王喺我哋中间，神要作王在我们中间。阿门，阿门。说，我们每天每天敬拜，每天每天向你祷告，但是我们的心不真属于你，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思虑，因为我们的眼睛看的不是你。主，我们说，我们每个星期，我们崇拜，在人面前我们说，我们相信你，可是我们要到你面前说，我们的心没有完全属于你。主啊，求你今天进入我的心，我们要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求你来帮助我，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让我单单注视你，让我单单仰望你，让我单单依靠你，让我完全的属于你。我们每个人开口来为自己祷告。心属于你，我的口歌颂你。
感謝神，讓我們可以在神土的裏面，一切的你都可以敬拜祂，讓我們真正認識祂的能力、祂的掌權、祂的屬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們一起開聲，為到我們今天仍然能夠在一度一大清早來到去讀祂的話語，有真理光照我們的生命，我們來到去感謝神。多谢你拣选我哋，就系我哋今日有份听神土嘅，系被你拣选。我哋都系君尊嘅祭司，我哋都系嗰一个嘅李美人，被你拣选，让你嘅光可以照进我哋嘅心里边。神，我哋满心感谢。神，我哋承认我哋嘅血气系败坏嘅。神，我哋承认我哋嘅肉体系敌挡你。主啊，就算边一个都系，主，我哋承认我哋本身一生出来，主，我哋真系有罪性。神，我哋承认我哋本身就系敌挡你嘅话语。神啊，你赦免我哋。我哋承认我哋不过系尘土，就算我哋能够去珍惜你，都系你嘅恩典啊！耶稣，你赦免我哋每一个，自己都系，我哋都系中意任意而行啊！神啊，我哋中意自己做决定啊！神啊，唔系净系昔日嘅以色列人，我哋都系。耶稣，你来到去赦免我哋啊！你来到去拯救我哋啊！主啊，圣灵啊，你光照我哋嘅心啊！主啊，你帮助我哋睇见自己啊！因为我哋都系黑眼噶，我哋睇唔到我哋自己啊！我哋净系睇到人嘅错，但主，我哋睇唔到自己啊！圣灵，你帮助我哋。看到我们自己入面的恶，看到我们自己入面那种的叛逆，圣灵啊，你是一刻来到光照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看不见自己，我们的结局是残忍的，是可怜的。主，我们就会彼此的仇杀，甚至我们自己都会灭亡。主，我们不想我们的结局是这样。圣灵，你来到光照。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仰望在我们的神面前，当个人任意而为的时候，是自己眼睛看见什么他就照什么而行。今天我们的眼睛要看着我们的神，我们跟我们的主说，我要认识你，我要竭力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要竭力认识你，我渴望认识你的性情，我渴望认识你的能力，认识你的所事。开声跟主说，主啊，我要认识你。主啊，求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眼中的鳞片掉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渴望更深的认识你，无论现在你在哪个城市，你在哪个国家，你呼求神，神必帮助你。哈利路亚。
被拣选，但我哋竟然唔认识你。主，我哋按照我哋自己嘅心意，我哋话敬拜你，其实我哋系有得罪你。我哋只有宗教，我哋以为我哋自己行喺宗教嘅条文里边，就系敬拜你。主，我哋唔认识你。主，我唔知道你就系爱，唔知道你就系怜悯嘅神。主，我哋以为你系嗰个严厉，净系咧规律嗰个神。主，你怜悯我哋，开我哋嘅眼睛，叫我哋真系识得去知道你先系嗰个生命，重视生命、重视关系嗰个神、嗰个父。主，你怜悯我哋，怜悯我哋。主，我哋身为特别系利未人嘅，特别系利未人嘅。主，我哋喺你哋面前，我哋得罪咗你，我哋带领咗错咗。主啊，你怜悯我哋。主啊，我哋实在大错特错。主啊，我哋唔认识你。主啊，我哋完全唔认识你嘅美善。主啊，你怜悯我哋。主啊，你帮助我哋。主，我们跟你说，我们渴望认识你，我们渴望跟你靠近、亲近，真实敬拜你，真实敬拜你。主啊，昔日以色列人会筑坛，以色列人会求问。主啊，今日我们同样，主啊，我们会崇拜，我们会聚集，甚至我们会读经祷告。主啊，但是我们都跟你承认说，有时候我们实在只是形象。主啊，有时候我们只是框框，只是形式。主啊，我们没有进入那个精髓里面。主啊，今天我们跟你说，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要你啊，主啊，我们渴望你，主啊，我们渴望敬拜你。主啊，昔日你怎么教那个淫妇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说不是在这个山，不是在那里，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啊，今天你的百姓说，是的，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是的，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要更深的认识你，在你的真理当中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你是生命的主，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主啊，把我里面所的暴力残忍完全拿走，主啊，把我里面所的暴力残忍完全的洗净，主啊，用你的宝血，耶稣，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主啊，因为你过去就是被这样的残暴、强暴、主啊致死的，今天主啊，我们单单敬畏你，单单敬畏你。主啊，是你牺牲的血来洗净我们内心当中一切的残暴。主啊，我们跟你说，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切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灵，我们行出来。主啊，我们真实真实的投靠你。主啊，赦免我们不懂得投靠你。主啊，我们渴望跟你说，主啊，我们要投靠你，我们要投靠你，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赞美你。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举起你的心，敬拜你的主。叫我这不配的人凭心得救，
哋作为利未人，我们作为利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都系祭司利未人。我们都是祭司利未人。神系我哋嘅王，神是我们的王。但喺士师记入边，我想我哋有一啲嘅反省。但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想我们有一些反省。我哋自己嘅反省。我们自己的反省。在整个士师记入边，在整个士师记，利未人第一句嘅说话系乜嘢？利未人第一句的话是什么？十七章。十七章。第九节。十七章的第九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他说，他回答说。原文呢度佢点回答？第一个字系我是利未人。原文就第一个字，我是利未人，从犹大伯利恒来。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住的地方。要找一个住的地方。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住。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住。士师记的利未人。士师记的利未人，他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是他住得点，他的生活如何？是他住得怎么样？他的生活如何？在整个不知道神的世代，在整个不知道神的时代，一个的利未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住。一个利未人只是关心自己的住。当人家给钱他，给住了。当人给他钱，给他住。他甚至服侍偶像，他都可以。他甚至去服侍偶像，他也可以。当作服侍耶和华。当作服侍耶和华。我哋作为呢个世代嘅利未人。我们作为这世代的利未人。求主光照我哋。求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各位教牧同工。各位教牧同工。你系咪就系为咗住咧？你是不是就是为了住？为了生活呢？为了生活，一切都可以牺牲。一切都可以牺牲。最重要就是住。最重要的就是住。住得点？住得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的屋？有没有自己房子？你的产业如何？你的产业如何？有没有得着？有没有得着？有没有得食？有没有穿？有没有吃？你为什么而活呢？你为什么而活？求主赦免我哋。求主赦免我们。当利未人为咗自己嘅时候，当利未人为着自己，就系整个国家，就是整个国家败坏嘅开始，败坏的开始，整个嘅宗教信仰败坏嘅开始，整个宗教信仰败坏的开始。我哋又嚟睇下，我们又士师记入边，利未人最后一番话系乜嘢咧？士师记。利未人最后一番话是什么？第一句话就话我是利未人，我要稳住的。第一句话就我是利未人，我要找住的。最后一番话呢？最后一番话。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四节至到第七节。第四到第七节。我不将它全部读了。我不把它全读出来。我却要出来。我把它捉要的。基比亚人想要杀我。基比亚人想要杀我。他们不接待我。他们不接待我。却想杀我。却想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将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地为业的全地。我就把我的妾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看啊，看啊，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是利未人。在士师记里面最后一番义
弃凛然的说话，是利未人在四世纪最后一番凛然正义、正义凛然的话，好正义啊！好正义哦！要除去呢个恶啊！要除去这个恶，却系为咗自己，就是为了自己。自己嘅残暴佢睇唔到，自己的残暴他没有看到，睇见别人嘅残暴，看到别人的残暴，睇唔见自己眼中嘅良木，却又睇见别人眼中嘅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自己咁样对个妻子妾侍，自己这样对妻子对他的妾侍，一啲怜悯都冇，一点怜悯，一啲关心都冇，一点关心都没有。仲将佢嘅尸身切成碎块，还把他的尸身切成十二块。咁样嘅利未人，咁样嘅丈夫，这样的利未人，这样的丈夫，仲要号召全国起嚟血洗便雅悯基比亚，号召全国起来血洗便雅悯基比亚。我哋嘅话语系带嚟和平呢，定带嚟纷争？我们的话语是带来和平，还是带来纷争？我哋嘅话语系自我中心呢，定系为咗神？我们的话语是自我中心，还是为着神？我哋有冇谂到后果？我们有没有想到？我哋有冇睇到神喺度？我们有想到神在？我哋话喺度服侍神。我们说在服侍神，其实系服侍紧自己。其实在服侍自己，带嚟更大嘅咒诅。带来更大的咒诅。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深深悔改。我们真的要深深悔改。多谢神将士师记嘅亮光赐俾我哋。感谢神把士师记的亮光赐给我们。我邀请我哋所有嘅弟兄姊妹，我哋站立。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站立。所有教牧同工，如果你听呢一个嘅神道，我都邀请你站立。所有教牧同工，如果你在听这个晨祷，我邀请你也站立。你跟着我来祈祷，跟着我做一个祷告。天父啊，天父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为自己，赦免我为自己，我为生活，我为生活，我将一切都牺牲，我把一切都牺牲，我追求生活，我追求生活，而不是追求神，而不是追求神。我为自己，我为自己，而唔系为咗神，而不是为神。我错啦，我错了。求你赦免我嘅话语挑起纷争，求你赦免我的话语挑起纷争，唔系带嚟爱同和平，不是带来爱和和平。主啊，我唔配作你嘅儿女。主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女。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一切嘅罪，赦免我一切的罪。弟兄姊妹，现在我邀请你跪低喺神面前。弟兄姊妹，我邀请你现在跪下来，在神面前，俯伏喺神嘅面前，俯伏在神面前。父啊，求你按手喺每一个听姊妹嘅头上。父啊，求你按手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头上。圣灵，你进入每一个听姊妹嘅心中。圣灵，求你进入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改变我哋，改变我们。主啊，你成为我哋心中嘅王。主啊，你成为我们心中的王。唔容许罪作我哋嘅王。不容许罪作我们的王。唔容许自私自利自义作我哋嘅王。不容许自私自利自义作我们的王。唔容许我哋嘅舌头为自己自私自利发言。不允许我们的舌头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发言。主啊，你将十诫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把十诫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听你的说话。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从竟不听从你的话悔改。要从竟不听从你的话悔改。我地够要装载你的话。我们要装载你的话。主啊，求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主啊，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不要让我们说要敬拜你，有宗教的聚会，却没有真是敬虔的实质。不允许我们有只有宗教的聚会，却没有敬虔的实质。我们败坏。我们败坏。我们都要承认。我们也要承认今日整个世界嘅败坏，今天整个世界的败坏，甚至瘟疫横行，甚至瘟疫横行，都系我哋嘅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我哋喺你面前嚟认罪悔改，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俯伏喺你面前，俯伏在你面前。
主啊，你安守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主啊，你安守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甚至我们自己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救不到自己，我们救不了自己，主啊，但我只是愿意敞开，主啊，我们却愿意敞开，求你做我们的王，求你做我们的王，叫我们不要任意而行，叫我们不要任意而行，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跟随你，多谢你，谢谢你，你触摸，你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触摸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罪恶的根源，我们承认我们是罪恶的根源，是整个国家败坏的源头，是整个国家败坏的源头，我们已经与你立约，我们已经与你立约，有利未之约，有利未之约，是平安之约，是平安之约，生命之约，是生命之约，你将生命与平安赐给我们，你把生命和平安赐给我们，但我们却是没有活出这个实际，但我们却没有活出这个实际，我们败坏堕落，我们败坏，我们堕落，引致全地的瘟疫，引致全地的瘟疫，国家的败坏，国家的败坏，以致这个世界无人知道你，无人知道你，没有人知道你，主啊，我们悔改，主啊，我们悔改，我们再次投靠你，我们再次投靠你，在你面前，在你面前，你触摸我们，你触摸我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好让我们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好让我们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弟兄姊妹，我邀请你站起身，妈妈，弟兄姊妹，我邀请你站立，我们伸开双手，我们伸开双手，仿佛钉在十字架上，仿佛钉在十字架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基督的救赎，让因基督的救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救，每个都得救，从自己的罪和败坏当中得救，从自己的罪败坏中，我们的信仰也都要得救，我们的信仰也要得救，神的能力藉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神的能力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让我们带来世界的和平，让我们带来世界的和平和祝福，和祝福，公义，公义，仁爱，仁爱，恩慈，恩慈，良善，良善，信实，信实，温柔，温柔，节制，节制，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祝福大家，我们停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停在这里。